无论是哪一个宗教，宗教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都是从爱。我们应该把上帝的爱、神的爱接受过来，代表上帝去爱世人。否则的话，上帝爱世人是一句空话，谁见到上帝爱世人？上帝怎么爱世人？我们要发现，认真来学习。现在办学校不难，难在没有老师，所以我们先培养老师，老师培养出来之后，我们正式办学校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在十年当中培养100到150个有博士学位的传教士，这是好事情。我们求化解冲突，求人的品格提升，家庭能够幸福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都要从教育才能够落实。这一代的人对于祖宗都怀疑，都藐视，都不尊重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满清亡国，民国成立之后，大家都崇拜西方科学技术，把中国东西俗化了。中国老祖宗东西在中国这个地区5000年来都没出过事情，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回来。中国的古文明，它所追求的是个人身心健康、家庭幸福、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。从哪里着手？从孝亲尊师、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在圣贤教育。报上同生经。